大家好，我是杰西，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。今天是二月二十三日的英文新闻。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有一点令人难过的新闻。不过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好，其实玩沙是有危险性的。好，你说玩沙能有什么危险性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The collapse of a sand hole that killed a seven-year-old Indiana girl who was s t i c k i n g with her brother on The Florida beach is under. Recognize danger that kills and injures several children a year around the country。好，NPR 是美国的新闻，所以这是在美国呢。好，一年当中大概都会有几个小孩子好死掉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玩沙。你说怎么这么可怕？好，为什么呢？The c o l l a p s e c l l a p s 就是坍坍崩的意思，坍陷。 好，所以呢，这个 sand 就是沙，sand hole 沙洞，所以小朋友都喜欢玩沙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挖挖挖，到的时候，一个洞变成很大的时候，好，这个洞大到怎么样呢？这后面是一个限定的形容词短语，这个特定的这个洞，好，that killed a seven year old Indiana girl，好，他杀死了一个七岁的。 呃，印第安纳州的小女孩怎么能杀死呢？就是因为那个沙子滩陷下来，她的全身都被沙掩埋住了。好，就是会没有办法呼吸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女孩子是怎么样子的女孩子呢？这边又一个形容词置于在后面修饰这个女孩子。她呢，当时在 digging dig，就是挖。好，这边挖沙跟谁呢？跟她的。 哥哥，好，他一个哥哥是九岁，他是七岁，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，好，他们就是挖那个洞，好，等一下给大家看那个洞到底有多大，好，挖到后面那个沙整个就坍下来，坍下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哥哥上半身好孩子露在外面，小这个小女生整个全身被掩埋了，而且沙是非常重的，大猫被埋过，好被埋在沙滩里面埋沙，好像很好玩，对不对？ 哦，可是你的手全部都埋住，你只剩下个头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沙是非常重，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从那个沙堆中挣脱出来的，真的好。然后这个沙洞的摊帮摊摊贩摊帮，我的中文好摊线摊线好了，is an under recognized danger 好。好，under 就是怎么样呢？在什么什么之下，就是。 Recognize 是公认，好，没有被大家公认就是大家低估的意思。这个是一个低估的危险。后面有一个形容词短句，所以这个一个句子里面就有三个形容词短句，说你的形容词语一定要学好啊。That kills and injures several children a year。好，这个这样子的危险大家都没有评估，没有想到他杀死了，然后让很多个小孩子，好几个，好，没有很多一些小孩子受伤。好，在全国就是、在那个。 呃，美国好，那这边他后面有讲，这是他们后来在拍照，对不对？还是没有露出来？等一下，我给大家看那个差，那个台、那个洞有多大，它是一到一点五公尺。所以，可是你就觉得一点五公尺，你要人都是我们一百，像我姐姐一六五，所以到腰这边一一哦，不对，哎、欸，一点五那就跟跟我差不多高，一公尺的话，好到一。 一点五公尺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这个男孩子 was buried up to his chest，好就被埋到这个胸部，但这个小女生全身都被掩埋了。然后他们有那个 video，我我没有仔细去看，好就是 taken by by、uh, by bystander，bystander 就是站在旁边看的，就是旁。 旁观者就是路人甲乙这样子，就是有二十几个那个整个沙滩线的时候，因为沙滩上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二十几个大人都想要去把它拯救出来，然后我們就用手去挖沙，用一些篮子啊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塑胶篮，就是就是，但是那个洞就一直陷下去，结果呢？ 因为当场这个海滩是没有警卫的，没没有不是警卫，没有救生员，所以他们就打一九。好，一九在四分钟，我应该没有记错的话，今天跟学员看这个新闻，四分钟之内就抵达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，好，还是没有救过来。然后这个后面更可怕的，我今天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他就说，每一年好，就是有报道显示在呃。 二零零七年，他们的那个就是每一年大概有三到五个小孩子，好，在美国会死掉，就是因为就是挖这个沙洞，我觉得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可是这真的就是这样，他们有个报道，然后呢，很多就是就三到五个，就是因为在挖沙探险了，所以呢，就是很受伤严重或者需要 CPR，然后这个死掉，你想说就是那种小小孩不对，这里有一个十七岁的，好。 去年是十七岁，还有一个是三岁，甚至十八岁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 risks of this e f e c t is enormously deceptive，就是这个危险是这样子的活动的危险是非常大大的，就是有一个欺骗性的意思，就是说大家都不会想到。 好，它有这么危险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很休闲的娱乐的环境，这样子。好，就是不会被认为是 hazardous，hazardous 是危险的。那他后面就警告，就是一些家人，就是你们要挖洞，不要太大，不要太大。然后你要注意你的小朋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洞有多大。他是这样子，他们就小朋友在挖，你知道，可能一个下午的时间，你就没有注意到他到挖到这么大的洞，然后整个他就塌陷了。他们人小朋友。 可能就被压在里面，然后就对，就就会天发树了。后来就是这个男生还男生的状况是比较稳定的，小女孩当场他们急救就无效，然后送到医院就就宣告走掉了。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消息。那个 paramedic 就是那个救护人员，他前面有提到，就是他们去救他的那个救护人员，就当场已经没有办法，他就。 没有办法上班，就让他们先下班这样子。好啊，他意思要表达出来，就是他们感到非常的难过，家长一定也是请请课还在那边玩，怎么下一刻居然就对好？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。好 <laughs>，The collapse of a sand hole that killed a seven-year-old Indiana girl who was digging with her brother on a Florida beach is an underrecognized danger that kills and injures several children a year around the country. 好，第一个 collapse collapse 就是坍坍塌的意思。我中文。哦，第二个 sand 是沙子。哈，就是我跟学员讲，嗯，小朋友你们就是让他们 build sand castles，好沙堡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就是不要再去挖洞子，有点危险。好，后就是那个洞，dig 就是挖。好，它是一个动词。对不起，这里写错了。好，recognize 这个字呢，动词是 recognize。 recognize 就是认出、认可，也可以是接受，好，就是我们认可它这样子。recognized，好，它是公认的。那这边它是说 under r e c o g n i z e 没有被公认的，就是大家不没有足够的，就有点被低估的意思。那 under 这个字呢是在什么什么下面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当字首，就不够的、不足的。所以我们假如说这个东西 undercooked。 表示怎么样、哦？马铃薯没有煮熟。对我那一天马铃薯用电锅蒸了十五分钟还没熟，放到微微波炉三分钟就熟了。结果呢？好，只要是像煮牛肉、马铃薯就还好。牛肉的话，不小心煮了会怎么样？Overcooked，就像牛排这种过熟的。所以 under 跟 over，好，under 是不够的，over 就是太多了这样子。好，injure 这个字是动词，伤害，它的重在前面 injure。Injured, 好，在 several 是好几个这样子。好，今天的新闻就这样子，今天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呐、啊。对，最近还是对，就莫名其妙乱七八糟忙。好，有空的话再多做一些跟大家分享哈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，Have a good weekend. I'll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